金白金。哎呀，我的早点关了，早点关了哦，好哦，赞赞。啊，宝贝妈妈，你抢第一个呢。所有选手们的杰出表现，你们是我们台湾的骄傲。在此特别恭喜武警战队的吴思怡小姐，还有陈念琴小姐，双双荣获奥运拳击铜牌的荣耀。拳击女王陈念琴非常坚强的通过各种难关，此次表现惊艳国际。拳击美少女吴思怡展现了苦练的惊人实力，令人赞赏。担任本次中华奥运闭幕式掌旗官的台湾最速男梁俊翰先生，不断追求极限运动家的精神，让全世界看见台湾选手满满的冲劲。此外，本单机还有另外一位闭幕式的掌旗官，他不但是台湾的拳后，也是全世界的拳后，他就是我们力挺的台湾女儿林玉婷小姐。在恭喜玉婷用一身所学为台湾夺取史上第一面拳击金牌，他更是完成了奥运、世锦赛、亚运、亚锦赛的大满贯程，玉婷将质疑化为动力，屡次在擂台上以实力证明自己，金牌就是最好的回击，永不放弃的拼战精神令人动容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帆济沧海。谢谢玉婷小姐，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台湾的骄傲。最后，仅代表长荣航空再次感谢各位贵宾及中华队的顶尖好手们，你们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，请大家给予所有中华队的英雄们最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参加2024年第3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，请转林玉婷选手会见。今期荣获2024年第33届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拳击女子57公斤级项目金牌，出类拔萃，技冠群杰，扬威国际，举国欢腾，足堪表率，特电致贺赖清德。中华民国113年8月10号，来，恭喜！好，加油！
这边，好，我这边也是一个，等一下，好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前面，欢迎您这边，欢迎您，哦，感谢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总教练，总领队。总统贺电，我国参与2024年第33届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，请转陈念琴选手会见。欣喜荣获2024年第33届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拳击女子66公斤级项目铜牌。成绩优异，扬名世界，精神可嘉，为国争光，特电申贺。赖清德，中华民国113年8月6日，恭喜。知道学姐的这个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，很多的压力舆论都在啊。至于辛苦或什么，那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。开心这次散发出的就是奥运的精神，更高、更强、更快，然后更团结。台湾人对拳击的那种想法，我觉得有改变了。真的是整个大团队一起的努力的成果。身为拳击的这一员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耀。今天来这边接受总统贺电，分享你的心情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是大家一起去享受这个时刻，高光时刻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次，中华队在这次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都互相的团结，互相的加油集气，这样子，这份荣耀是大家一起去享受的。这次拳击队拿了1金2铜是最大的收获，拳击这边团队感到很荣耀。对，真的非常荣耀，身为拳击的这一员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耀，而且我们也知道学姐这个金牌真的是得来不易，就是大家台湾人对拳击这两个字的那种想法，就是我觉得有改变了。那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大团队一起的努力的成果，大家都希望说用最好的资源给选手，最好的资源，然后给选手最好的帮助，去提升大家的表现。所以我觉得这一刻就是真的，我觉得台湾的人一起站在舞台上的感觉，就是信仰，然后加上自己经历了这么多，那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觉得团队给我的底气，让我可以就是这么勇敢的，就是做自己。很多的压力舆论都在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是你可以站上舞台的时间就这么短。我觉得我开心这次散发出的就是奥运的精神，更高、更强、更快，然后更团结。啊，至于辛苦或什么，那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。